时呀、啊，念素无量心呐、啊，慈悲喜舍，定定是伫咱的心灵。自然，咱第五界啊，就会当坚守不息。咱爱知影五界杀多阴妄就以及是妄语业吧，这十恶之中啊，妄语就是口业为主啊，所以咱爱时时心啊，爱行于素丁主，就是慈悲喜舍。那咱爱时时提高境界，爱修改放飞，那就是五戒啊，或者是十戒啊，这是呢明智的人会当当保护咱的信心，要保护咱的信心嘛，就是爱修好五戒十戒。咱若会当保持好习惯，自然啦，就会当行于习善吼。这个习恶的戒，那会当弃除，自然啦，平时就行于习善。咱若是行在习善中啊，就修道精进。平常时啊，所做待人接物啊，甲人交无讲话等等啊，咱就是啊，真正的单纯啊，正洁啊，信实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修道正实，是咱人人啊日常生活中。爱好好坚持哦，所以啊，素定自足啊，放宽五戒，行于实践啊，修道正实，咱会当日常生活中不离咱的行为信心。那一段安尼，再看下面一段文，因为是妄语业嘛，妄语啊，是啊，有时阵毁掉了自己的人格，也那较大的就家庭，搁较大的是啊，影响社会国家，所以啊，这妄语啊。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咱看下面的文啦，就知影最大的妄语就是迷得为得啦。所以啊，天来啊，龙来啊，神来鬼来，旋风托鬼啊，那戒指五束一段呢，就是。伫咧甲咱警惕，咱未得，唔通未得啊！莫以为咱是得啦，啊，动不动呢，都来显意邪相，这种的妄语啊，自然正得，未正未正啊，未得未得啊，伫《法华经》内底啊，安尼讲，这就是。现代妄语业，这业真重呢。那为着什么呢？当然啦、啊，拢是为着呢，要提升家己，互人人啊，感觉咱甲别人无同，咱是基人，比其他的人啊多行。所以呢，
无诶代志，伊甲逐个人讲有啊，即种诶，别人拢看无，别人拢毋知，伊认为伊有看到，伊拢总知，虾米款诶神来啊、鬼来啊、等等诶，都是为伊而来哦。所以下面，阁落来咱就知影，那显异色相啊，究其恭敬，事事恭用，如是蒙意，这就是蒙意啦。这就是啊，因为显异哦，卡眼咱修行啊，毋是要修迄个看人看未到的物件，咱毋是要修伫迄个。知影人过去是安怎，却是毋知影家己呢？过去是啥物哦？知影别人未来是安怎，却无法度通知影呢？家己呢？未来的无常又是安怎发生？安怎招来病痛？啥物时阵呢？这个业会结束？家己拢毋知呢？啊，要安怎样？一直呢，拢讲我拢知啊。所以咱修行啊，咱爱无实。咱嘛是啊，阁是一个人，是凡夫入佛门来修行。佛陀定定甲咱讲过去啊，修行啊。爱经历三代五千劫劫呢，因为呢，咱众生啊，累生累世以来啊，都是做无量业啊。人甲人的中间，咱常常呢，都甲人结仇连怨啦，灾祸呢，都不断连续受。这呢是在佛经内底，就是安尼讲。有个人会讲，啊，这过去啊，佛经讲的啊是有影啊无影？应该，咱以现在啊来推理，因缘果报，这敢是真实啊？因就是一粒种子，花的种子，一路通。水分阳光，一切的缘合会，这个因果会合啊！呀，时若到，花就是花啊！你无法度摕这粒花的种子讲，我想要变作豆啊，无可能啊！什么款的花种啊，伊就成什么款的花出来。这是因机定啦，那无缘就生啦，同款的道理啊。你若做恶的因啦，因都是种子。